能够了解。有没有翻译的？有翻译，好。那么当时有几位朋友告诉我，你们这种聚会能不能多做一些？我说好，我们就决定了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欢迎大家到这边来用餐啊。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中断啊，13年了。那么同文八的朋友们跟我们都很熟了，有许许多多人都叫我到我这儿来做过客啊。那么之后大家对于佛教产生兴趣啊，希望我们都介绍一点，这很难得。2年前我回来住了几个月，一阵大概有2-3个月，图文巴的宗教团体他们的领导代表告诉我，我们想手连手心连心，将图文巴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。我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，这是我们移民到澳大利亚来真正的目的啊。我到这边来是当时移民部长，我们见过2次面，他非常欢迎我来。